在连续几天的争议后，据葡萄牙媒体报道，潘展乐的葡萄牙籍体能教练皮纳接受了采访，回应了争议，明确表示，潘展乐在奥运上的成就相当高。皮纳表示，在我看来，他所做到的跟博尔特打破奥运会纪录时很像，他把标准抬到了另一个高度，就像梅西和 C 罗，他俩把足球的标准提升到了另一个水平。我觉得以潘展乐所创下的泳时纪录和他独特的游泳技术，他把整个游泳和100米自由泳的标准抬高到了另一个高度，这个评价应该说相当高了。在中国体育历史上，还从未有哪位运动员真的可以拿来与博尔特、梅西、C 罗等体坛超巨比较。潘展乐的成就的确不可思议，他是这个地球上游泳最快的人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确实有点博尔特的意味。而且，潘展乐4年后也不到24岁。谁知道他还有多少历史级的成绩呢？